我不放，放下来！我不放，我不可能放！我跟你说，不可能！你干嘛？你不放开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欢愉，哎，副总，好巧，这么巧，这么快回来了。能不能别转了？电梯都快到了。你明天干嘛？不知道。完了，我手机落下边了，我得去拿手机。小鱼，你先送袁帆回去，我去拿手机啊。我去帮你拿，你陪他回去。人家手机落下面了，你去干嘛？我手机也落了。电梯来了，我走了。反正我东西落了。小鱼，你和袁帆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不太想看见他。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没事。那一会儿下去，我就不上来了。不管你和他发生了什么，还是找他好好聊聊。要是他欺负你的话，揍他。医药费，算我的。怎么，不去拿东西了？不去了。记住。逃避感情不是最好的方法，你不打算说清楚吗？我不想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面对他，你自然会有办法的。我能行吗？伯爷，请你回避一下。跟谁想看你们似的？黄小鱼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有啊。那你昨天晚上……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睡得跟猪头一样，叫都叫不醒。你怎么讲的跟我记得不一样？那肯定是你记错了。没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黄小鱼，对不起，我昨晚喝多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之前走太近了，一时之间忘了行，忘了我们只是员工和老板的雇佣关系。再见。雇佣关系？黄小鱼，我跟你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生死，守护着伯爷的秘密，只是雇佣关系吗？我懂了。
你喜欢浮托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我送给你的粉红色护腕你戴过吗？你就是为了避嫌想甩掉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浮托。你眼睛都长在人家身上了，还说不喜欢人家？我眼睛长在谁身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崔可儿还不是炒 CP 炒得火热？那是我想炒的吗？那是剧组炒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拍海报的时候，你跟崔可儿，这样，然后脸靠得那么近，你眼睛全在他的脸上，全是剧组安排的。那不是你的手，你的眼睛，你的嘴啊？你吃醋了是不是？我没有。你干嘛？欢愉，我现在是清醒的，我原番为我接下来做的事情负责。不放下？不放。放下来？不放，我不可能放，我跟你说，不可能。你干嘛？你不放开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元芳啊，不是黄小鱼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安保工作一定要做好，做细致，做明白。啊，我看了，那个桌子底下没有窃听设备。小鱼，小鱼也在。我来检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潜在的危险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大哥们，你们俩干嘛呀？叫你吃饭去啊？对啊。那你打电话呀，手机用来干嘛的呀？我在给我的工作人员布置安保工作，那你说我安保出了问题，我的安全怎么办呀？那我走。一起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咱们待会儿吃什么呀？啥都行，都可以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们是去吃饭吗？是啊。我正好也没吃，我们一起吧。走。走。你这个香水味是不是有点重啊？会不会对身体不太好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元范，我知道楼下有家不错的火锅店，我们就去吃那个吧。我不吃辣，我们换一家吧。你不是无辣不欢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喜欢吃不辣的。